叶子啊，你还可以拿剪刀把它剪掉。给许龙姐戴上戒指、啊。越往重症发展的趋势，我只要想到你跟我在一起呢，我就觉得自己变强大了。睡觉前还是听着海浪声的白噪音吧，这样能好睡一些。等我把家里的事情处理好，我再去找你。